在下面了吗？你在干嘛啦？我捞岩浆，我要烧他们。你这里没有东西。有有有，跟你讲，岩浆，你再往下挖。哦耶耶。你挖到底，我再指引你。好好好。我这锤子挖去有没有洞啊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下面全部都实心的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你这里超实心。下面弄漏。 <笑>等下，这个也太深了吧！<笑>对啊，超深了。<咳>有废矿，感谢，感谢。哦，对对，你往前那边挖。对对对，这个方向。对对，正前方。好好好好。超楼梯也明。<笑>水桶，水桶。水桶。 <咳>他们有下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然后找到你的洞的了，找到你的洞了。看到楼梯了啊！你就继续挖，没关系，你来得及。他们会走到一半自己掉下来，然后会很顺着往下走，然后就走下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没有啊，你这够高了啦！你这个高度已经可以摔死了。然后他在看你啊，可恶，你不用挖了啦。啊，已经被看到了。啊，可恶！对啊，赶快挖，赶快挖！喵喵，它比较狡。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开始往下。看到路，可恶！巧克力，巧克力蹲着了。刚刚直接一路走走走。好了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。这样就到了。巧克力现在没有手段可以下来，他只能慢慢挖而已。对。由他们垂直挖洞了。他们来了。来。 来了来了来了！喵哈看到你手上的东西喽，他没有弓哦，很凶巴巴。嗯，汪汪会挡在前面，然后有没有看到汪汪的屁股？咦，噔噔噔噔！有没有看到汪汪的屁股啊？哇，这时候砾石如果挖掉脚下，那个砾石就滑下来了。真的。 没有，不过有点高啊，你挖不到。嗯，太高了。你还扔垃圾？丢垃圾啊！他丢垃圾啊！他丢西瓜种子啊！他嘲讽你！乱丢了！他们下来喽！来了，他们来了！汪汪从旁边挖了哦。嗯。 他在你这个垂直洞的左边一格的位置。嗯，好。嗯哼，嗯哼哼哼，他们应该会从左边或前面过来。哦，分头。他们两个现在位置不一样哦。分头，分头。嗯，分头喽。左边是巧克力，右边是汪汪。汪汪现在在你的垂直洞的上面一点点的位置而已。巧克力跟你平行了，他在你的左前方。嗯，准备倒岩浆送他。 差一格，差一格，差一格，就差一个。汪汪来喽！汪汪挖宽喽！左边差一格哦，左边差一个。他在你左边就一格而已了。汪下来喽！汪汪在前面啦！看到汪汪喽！堵起来，堵起来，互堵。干什么啦？哦，龙路，你没放快的。 <笑>来了，他们来了，爆了！要攻击坏掉的声音。叫我放我就放。好。你是要放哪一个？哎，石头呢？来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！他现在来来回回。他挖你头上了，他挖你头上。OK 了，烧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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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烧
走开啦，看到了。哪有这么浓资源的？哎、欸，喵哈很好笑哎、欸。我刚好在切东西吼，你没看到我整个不动。
我知道啊，所以在砍啊，根本是间谍，没有哪有，是谁出公射我？是谁想害我的？然后我们从头开始，全部人就在互害，然后鞋子在捡。他地表上有那个矿车的箱子，然后那箱子只要被移动，那矿车只要被移动就会爆炸。哦、oh, ，然后不跟我讲，叫我去开啊，心超重，好心机哦，你又没扣到什么血哦，真是的，哇塞，是陷阱储物箱哦，真的，不是，他那个是移动的才有感觉，是，没有没有，地牢里面的是陷阱储物箱，你们 TP 我，哦，TP 我 ，TP 我，所以是我们没找到啊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有，哇、哦，有这个有啊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开另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没有开另一个、啊、潘朵拉，潘朵拉的，我们两个，所以它里面箱子是什么？箱子是什么？还是那个我们那个边界看，现在开不了了，边界拉开，边界，那真的是我们那里啊，我们两个都有开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有开啊，这个箱子没开啦，哎、欸，怎么没爆啊？奇怪，有啊，那时候我有开啊。没有，这个被挖掉了，这边被挖掉了，刚好不小心被挖掉，是不是？刚好被挖掉了啦！哇哇哇！现在就有了。那个下次设计的要精良一点啊！超可恶！下次设计干脆用指令设计算了。哎、欸，不要！我知道你想干嘛，我要走了。开哪一个箱子就会用的像 TNT？ 我没炸。啊，等一下，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弄好，好对啊。嗯哦有啦！哦，有，嗯，啊，这刚刚被打掉了，这个好像被伤害，但伤害好像没有那么够，太远了。哭弓比较痛，嗯、哭弓比较痛，对啊，所以团团都用哭弓弄我。哦，所以你的弓箭是哭弓掉的吗？对啊，哦，对啊，哭弓掉的，哇，全部炸！哎、欸，杜宇，哎，哇，好坏哟、哦！真的坏，真的坏，真的坏，还不能挖开它哎！真的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我的天哪，好恐怖哦！差点就玩到了，可惜。而且我那边完全没有矿车哎，很可怕。没有，就这一张啦，就这一张。真的哦，这一张比较可怕而已嘛。我从来都不信巧克力的话。没有，你要知道制作地址也是很辛苦的。真的。嗯。啊、找到唯一的矿车就是你们开过的，你看多可怜。我们离中心太远了，都在边界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就在比。那接下来是环境很酷，好不好？哇，这很酷，很酷，环境超酷了。叫做深海神殿吗？叫什么？我刚看到岩浆神殿遗迹，深海遗迹。我觉得玩很痛苦，只是路面的深海遗迹，深的地方有点奇怪啦。奇怪深的地方有点奇怪，對这是什么、哦？它其实下面是有矿的、嗯，就是如果你是挖那个陆地那边就可以下去，又、嗯、没有岩浆的样子，好像啦。这个、嗯、深海遗迹里面应该有宝物，也可以去看看。我可以直接踩岩浆吗？如果你不你可以踏在岩浆上面走的话就可以。对啊。岩浆行者，冰霜行者，岩浆型的深海遗迹啊，好可怕哦！可以，可以。嗯哼，沙漠绿洲，开车，加油！机啊，分队啦！来，分，前方有超速照相。对，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没有，哦、他现在练那个。没有跟间谍在一起了，可以？居然直接叫我间谍啊！可恶，我又没有说你是间谍，你自己说的。Happy birthday！ 难过，分开分开啊！啊，要动哎、欸，可恶！要动，要动！哎，喵哈！嘿，我刚打你的时候，你好可爱哦。我好想哭、喔，我刚好是在切画面看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把按键那个跳跃打开了，检查的时候就有人看我。喵还在拍沙子，我就说嗯，我说哎、欸，喵还有没有？你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，然后说喵哈死。我觉得我又可以看到你的什么三十秒精华。没有，这应该就十秒而已。十秒精华。啊，来啦，都来了吗？来了。嗯。哟，走。哇，这关应该就没有一些宝物可以拿了。欸、有岩浆跟岩浆跟岩浆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过去啊？下雨耶！哦，
停了。哎、嗯欸，前面有箱子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那是南瓜。那有另一种水果吗？没有。线报有人说箱子地图里面箱子里面有西瓜。刚刚我们就有找到种子。有啊，啊，只是你们没拿干净啊。地图谁种、哦？没有，我没，我有扔给他，他就说那是垃圾。地图谁做的？哎、欸，你们弄工具箱了吗？还没，你用。工作台。你弄啊。我用好了，放这里。耶、yeah, ，这边有石头可以哦。好。只要小心那个岩浆。好。哪里有石头？哎呦，直接是。恐怖哦。恐怖。要挖旁边，不要挖脚下。哇，旁边烧起来。嗯。我看到铁矿。哦，它下面就直接死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说挖旁边，不要挖脚下。挖脚下不得了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怎么没这棵树？挖铁。你们怎么都有铁啊？隔壁而已啊。这么厉害，挖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可以去装水桶，然后我们就那个铺水路过去，岩浆。哎呦，妙哈！好聪明哦。会玩了。你是谁？我就只是会，我只会不会打人而已咯，跟不会跑酷了，还有不会游泳。对了，岩浆我也不太擅长啊，可以有人示范一下吗？还有不会玩游戏。对了，我都不会了，我什么都不会了，越讲越可怜。又没有木头了，我去树上挖。你去树上挖？砍。山上吧。好，你就是要一堆鱼币。我知道你最会什么，你最会抓别人鱼币了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噗噗噗！欸、我发现钻石了、欸，还三颗哎、欸！哇，地表、哦、弟弟，你们要赶快做个铁镐就挖了。你们铁很多吗？有有有，我只是没有烧而已。你们可以先烧啊！要用什么烧木头？盾牌、水桶都好需要铁。不是啊，就是没有碳啊。用那个、啊、我这边有个大峡谷哎、欸，哦，他竟已经在峡谷这了。对啊，就是下面看到。我刚刚那边有碳呢、啊。你说岩浆旁边吗？对对对，岩浆旁。好好好，去弄。岩浆湖那里，我这边拿了很多木头了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行行行。好。我会站高一点，看他们有没有碳。哦，看到碳了。我觉得最后一定是要去那个遗迹那里厮杀才爽。嗯。哎，好好，一二三。啊！被烧掉了！怎么了？没有，碳被烧掉了。嗯嗯嗯。哎，就我回去，我下去。好了好了好，行行行，拿到碳了。对，走路都好可怕。我挖到六个没烧的铁。上来上来烧烧烧烧！嘿。为什么是讲没烧的铁？火鸟。你有看到我今天 take 你的吗？有啊，我想买、啊。他有回啊。我想买哦，因为 我那个下午才睡醒，然后马上就在玩游戏。通灵王啊，通灵童者，没有是喵哈。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哎、先给你坐。那旁边那边有大峡谷可以挖宝。挖宝就挖。我怕走歪掉，我就要当主播了。你主播好 啊，你可以跟我们讲说哪里是什么东西耶、欸。我刚杀掉你还很后悔、欸。那大家再见了。我觉得你的主播实力越来越棒了。真的哦。哎、欸。吓到我！挖掘有减速哦，太接近有那个啦，远古守卫。没有哦，哎、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你们是不是三分钟啊？我想要水桶。没有，先拿盾。你们是不是挖掘减速三分钟啊？对，完了。哇，没有，我是四分钟。我是四分四十秒。对啊，没有牛奶，糟了。有上面有牛，快快快去喝奶。可是他有奶吗？有奶啊。哦，有看到牛了。先看一下是公的还母的。对啊，这游戏没有公的啦。牛都很棒，喝到公的还得了。这个，哎呀，腥味会比较重一点。豆浆有路有路了有路了。豆浆浓。那我改去换牛奶换奶奶。好，哎、欸，哈基你有铁吧？我有钻石。他那边很多，他跑到那个大峡谷。那你要不要？他在哪里？空降铁给他。